Jane 可唔可以问下咧？你慢嘅呢一段咧，你想讲乜嘢故事啊？你个故事同咩有关嘅？一啲伤心事。OK， 因为啲乜嘢去伤心啊？点解你笑嘅？伤心唔会笑噶，因为咩系伤心啊？你可以讲呢一首歌嘅伤心事系点样，而你又嘅伤心事系咪同首歌嘅伤心事一样呢？有时唔一定嘅，首歌嘅主题，但系你觉得嗰样嘢系更加，即系你觉得个程度系更加深嘅。可能是另一回事的，那你觉得你想表达的东西跟首歌即是大家伤心的程度是不是一样的？我问了你很多条问题了，首歌你说伤心事是跟什么有关的伤心事呢？而这一样伤心事 是不是等于你心里面所讲的伤心事呢？如果是的话 OK， 那如果不是的话，那你心里面的伤心事又是什么呢？啊！整烂咗一啲嘢，整烂咗一啲嘢。OK， 而家多咗啲资料啦，烂咗一啲嘢。咁烂咗啲乜嘢咧？自己心爱嘅嘢啊！心爱嘅嘢，你烂咗啲乜嘢？你会咁伤心啊？可能模型啊！烂咗个模型啊！烂咗个模型就会咁样啊！咁如果系咁嘅话，咁唔怪之得啦，唔系好伤心啊！烂咗个模型可以砌翻系嘛？可以搵胶水黐翻，会唔会有啲嘢系烂咗？就系烂咗，系会唔见咗？你谂下，应该系嗰一样你先至会伤心，系咪？你烂咗个模型，你同你妈妈讲好伤心啊，跟住你妈妈话点解咁伤心啊？我烂咗个模型。麻麻地呢一个，你要快啲去谂下究竟有啲乜嘢嘢，你幻想下，用下你嘅想象力，有啲乜嘢系令你伤心？如果唔系，你拉唔到啊！你而家系拉得好，哦，真系烂咗个模型嘅嗰种伤心。哒哒啦哒啦哒啦哒。你如果唔够伤心啦，阿 J， 我同你讲，如果你唔伤心嘅话咧，唔系为咗一啲值得你伤心嘅嘢伤心咧，你后边开心嗰段你都唔会识得开心噶。你为咗啲咩开心咧？咁我又问你啦。Holidays 跳舞啦，开心啲啦，咁系为咗啲乜嘢开心呢？又系模型啊，个模型整翻好啦，开心啦。